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新北市长朱立伦经五日回复外界认为国民党有两个太阳一说，重申此为谣言，并表示国民党内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阳光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朱立伦今至高屏地区走访农产运交合作社，被随行记者问及有媒体报道立委蒋万安宣布不参选台北市长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之间产生角力关系，被外界解读为两个太阳。对于外界所称的两个太阳一说，朱立伦重申绝对是谣言，认为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是更多的阳光，并鼓励党内新生代有志直视投入选举，但他提醒在争取党内提名的过程中，仍要以党的团结和胜选为努力目标。吴敦义也对于外界认为党内有两个太阳的说法表示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